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嘴之面顶的深高。走啦！欢迎收听《秘密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好，我是会讲台语就讲台语，不会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因为顶礼拜登去台中过中秋节，所以错过了宜兰真重要的两场活动。一个是咬人麦克风 Open Mic， 伫松原小屋举办的，听讲人坐甜甜，唱歌跳舞的大行屋。又有一场是日本时通信创办人高桥博之来宜兰的交流分享会，嘛是圆满成功。这个把食物当作批寄到消费者手中的发明，唔那是解救着日本农民的生产危机，嘛改变咱看待食物的眼光甲捡食的精神。哎，这么赞的活动，我竟然拢对不着。好佳哉，登去厝里甲米妈开讲嘛是真有收获的。尤其大米又过会当甲妈妈练习讲台语，先煞着甲自己人听到的，甲妈妈讨论，啊要讨论虾米嘞？大家莫想讲大米找妈妈讨论是偌正经的代志哦。我唔是安尼讲，嘛是真重要的代志，大家听看麦。自己人啊，拄啊去学做田的农夫吼，那做田。啊，因为拢做有相耕作的，无下农药，啊，草发较悬啊，是安那，田种了看起来较歹旺，啊，结果厝边隔壁呐，老大人啊，是少年人拢共款，只要在地，伊就常常拢会听到人讲，哎呦，侥幸哦，这个外地来吼，伊讲伊一开始是来做袂惯势的，伊感觉讲，哦，奈遮歹听的话，伊若听到侥幸哦，伊就感觉好难过，好难过。伊讲伊过了真久真久了后，才知影讲宜兰人凊彩拢会讲侥幸哦。妈，你感觉这是真正足严重的话，还是伫咱台中来讲是普通的话？你感觉？还是安那宜兰人安尼讲？伫英国的时代，人即句话是真严重啦。后来即句话是变作真普遍啦。英国是安那讲的，学作真严重。英国就是讲系足严重的啊。已经足侥幸的，无望啊！迄个情形之下，讲啊，侥幸哦。是讲人破病哈，人要乌有去啊，讲伊侥幸安尼啊。嘿，啊都嘿，要无法度啊，迄足严重的啊。啊，后来就即句话都变作个当作较轻浮啊，较轻浮啊，都随真随便就会讲了了啊，吼，无遐严重就会讲啊，侥幸啊。讲较轻的就是讲啊，侥幸啊。哦，侥幸哦，安尼啦，侥幸就讲啊，唔甘哦，安尼啦。哦，安尼，侥幸哦，就不该，无遐严重啦。系啊，都啊唔甘安尼啦，听起来都唔甘安尼啦。所以你甲又看卖啊吼，迄个做田伫宜兰做田，啊可能是做了无够好看吼，所以人一开始想讲侥幸哦，即区田无救啊，你感觉伊是即个意思啊？嘿啦，就是像咱去甘蔗岛了了，迄个我环岛去南澳遐，阿聪，我嘛讲啊，这侥幸啊，种袂起来，拢种甲多翘翘啊，侥幸啊，遐甘蔗岛无多种起来啊，还嘛侥幸啊，我唔是要讲啊，过甲遐忝啊，过甲人个乌个散对无？啊人就会使讲，互咱看，咱就只唔甘啊，都侥幸啊，啊个伊可以过遐甘蔗拢多翘翘，木瓜嘛拢多翘翘对无？侥幸哦。我底下都安尼讲啊，对，所以妈，这其实唔是伫咧起笑迄个人啊，是讲真看袂落去，唔甘安尼意思。对啦，侥幸啊，对啦。重点即句话唔是讲看袂起，啊是讲伫起笑伫骂，唔是啦，是唔甘伊啦，系啦，唔甘伊都有两项嘛，伊伫搞迄个物件，还搞无起来嘛，侥幸啊，搞袂起来啊，啊伊人搞个呢？安尼乌骨散啊，吼啊，遮忝啊，嘛足侥幸啊，侥幸啊，就是吼，安尼唔甘安尼啦，侥幸哦，侥幸啊哦，重甲轻俩，同款啦，好，啊拢是唔甘啦。妈，我跟你讲，宜兰人听讲真爱讲侥幸呢，哈，因的维吾啊，哦，维吾哦，侥幸啊，好，咱做这节目嘛是侥幸哦，有当时啊，拢乌白来侥幸，刚刚你讲。
无共啦。哦，无共，袂使哩。恁这唔是讲侥幸哦，恁这一讲就讲讲吼，哦，要找资料吼，实在是真难啦。吼，哦，啊，台语要找资料吼，真困难。国语难的嘛，啊，台语就是真困难。侥幸哦，台语讲了较差的大米侥幸哦，安尼敢讲会通？无解会通呢？哦，无解会通。哦，会通袂通拢无要紧啦，大米的面皮结较厚嘞，就会使哩啊。其实我真爱回去厝里的时阵，会当用母语来开讲，甚至做广播节目这么多年，我的心愿也是希望所做的节目、所讲的话，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会当听的。不过这个心愿真难实现，像讲即马我爱宣告这个节目，虽然是常常讲台语，讲的嘛是因真熟悉的农村生活，不过播送的方式却是用网络。要用手机啊，或者是用电脑才会当听，这点对老大人来讲实在是真无方便。对真侪想要听却无法度听的朋友，我嘛感觉真歹势。希望真紧，咱会当用更加便利的方式将节目播送出去。上重要的是，要是爱每礼拜六照起工，把节目做好较要紧。今天的节目访问的主角就是大米搬来宜兰了才熟悉的台文老师陈鸿辉。今天访问的是我台语文的文书恩师，意思就是说大米的台语如果不好大家也可以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我们慎重来欢迎陈峰慧陈鸿辉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你好。我要来介绍老师你的职称，你的身份，在马街医护馆管理专科。老师你要给我退了对吧？马街护专就好了啦。马街护专你教书，还有马街医学院。马街医学院做这个台语，教台语啦，教台语，而且是你刚叫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执行长，是讲总干事啊，执行长。古早迄个名称落尾改啊，改做执行长。总干事跟执行长有啥物差别？因为吼，古早时代吼，无去思考讲，因为阮二十几冬啊嘛，啊二十几冬前迄当阵吼，对即寡名称吼，较无去详细考虑啦。后尾才发现讲吼，用总干事这个名有一点仔怪怪，其实嘛无啥物唔对啦。不过就是一般用总干事拢是一种啥物农会啊、水利会啊，一种组织吼，较会用这个名。啊，其实不管是倒一个名，拢是反正就是处理看头看尾啦，大大细细代志安尼。校长兼讲经啊，迄个人就对啊。嘛会使安尼讲啦。不过即马其实有其他同工嘿，就如。愈来愈多，就是讲专职的也好，也是讲 part time， 也是讲义工哈。主要也是专职啦，专职的两三位朋友哈，做回来做回推动这的事工。老师，你讲推动什么？这就是指你讲叫台语文教基金会的工作对。对。安尼，您介绍这个基金会无？其实主要嘛是因为有这个基金会，啊有陈老师专工每礼每个月拢来宜兰。为咱宜兰的朋友上一节大文课，聊聊啊读册会，所以大米才会认识老师你哦。所以这个基金会伊的成立的目的啊，伊的一个背景，会当简单甲咱介绍一下。好，这安尼吼，对二十年前开始讲起。三分钟就来甲我解决了吼。好，简单讲啦，阮当初其实上个主要的宗旨就是一条，一条叫做恢复台湾各族群语言的生命。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表示讲，阮伫二十几年前就有感受到台湾本土语言流失的危机，感觉讲应该爱有来做推动一寡代志来，予更加侪人来关心这个台湾语言的问题，所以来成立这个基金会。其实伫成立基金会进前，就已经有台湾通信、台湾网报这个杂志，大家会出刊，希望讲予较侪人来。接触认识咱的这个母语所写的物件，吼，诗啦、散文、小说、剧本、评论等等的物件，嘿，所以先有杂志了，才有基金会。我感觉今仔日要听下摆今仔日的节目的人嘛，是台语听得不哩啊好，他拄啊一寡真文雅、佮专业的书，什么诗、散文、
小说、剧本、评论、诗、散文、小说评论。你看啊，这几我以前根本都唔知道台语安怎讲。啊，不过老师，我听到你拄只讲的这个李江雀基金会，讲到伊的名称内面是用台语文教基金会，啊，再来甲你讲创立的目标要注重多元族群的部分，是安那？迄当阵会特别讲，甲凸显出来是要台语的部分。因为台语其实有所谓的较阔的意义，就讲有人解当作讲台语是台湾语言的俗称、简称，但是其实台语本来的意义就是基台湾人啊上界侪人使用的迄个语言，也就是我即摆咧讲的这个语言，所以有人认为讲这叫做夹语的狭义的这个定义，讲这个语言叫做台语，但是。台湾在使用这个语言的族群人民，差不多一百年来就是惯习这个名称啦。所以讲，你讲台语，一般大部分的人拢是家己理解做，就是我即马咧讲的这个语言的名。啊，当然有少数的人会感觉讲，哦，唔是哦，台语其实是台湾语言的简称哦。啊，若是用这种观念去思考的人，伊就会认为讲。台语是基台湾本土在地所有的语言，拢叫做台语。吼、啊，当然，阮当初创立的时阵，上个主要是用较夹语迄个名称去思考，唔是讲干那要做台语这个部分的复兴的运动，唔是，是讲毕竟这是上多数人的语言，连多数人的语言都有规矩啊，何况迄个比较较少的，你讲客家也好，原住民也好。安尼当然更加有危机啊！哦，啊，所以是用安尼来去思考讲，咱用这个名，因为这个名你若一讲，人就知影讲，大部分人知影讲你是咧讲啥物啊。但是其实咱所涵盖的意思，唔是干那要做台语这个族群的复兴尔，咱是希望讲台语可以关注民意，平平拢是有危机，哈、啊，当然危机程度有寡无同款，但是拢是有面对这个族性化这个国际化的时代，拢有迄、那个。渐渐衰弱，啊，渐渐无气力，吼，啊，愈来愈侪青少年囡仔，那像失去这个语言能力，而这种危机的状况下，咱希望会当透过真侪活动也好，出版品也好，种种的来做这个咱唤起更加侪人对家己族语的迄个关心，就亲像阮拄啊好这两天拄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Pokemon 台语够不够？宝可梦的台语变哪讲得对啦？哈，不是，我今嘛是要讲，希望正人有咧耍 Pokemon 的朋友呢，来找找这个 Pokemon 的台语补给站，就是讲有诶，迄个 Pokemon 的站是用迄个台语罗马字去合名的。好、哦、啊，阮是要鼓励大家咧耍的时阵嘛，顺耍来关心一下，讲是毋是有迄种用台语号名的站安尼啦？啊，阮是发这两天拄上线，就是好开始要鼓励大家来找台语补给站，啊，就讲若是你会当甲 Pokemon 的台语补给站的站名伫啥物所在，再资料铺来到基金会迄个专业的时阵，就是阮会看讲几个所在，就是集合几个，阮就会抽啦。就讲、是，那像讲哦，比方几十个人，阮就抽一摆，几十人抽一摆。啊，阮就是讲，那是抽到，意思就是有奖金奖励，就是鼓励大家去找，在算的时嘛，去注意一下台语这个物件呢。你现在像你对时间吼，就一定爱对个跟你调的调啊。主要就是讲做流行的代志，咱嘛希望讲引起大家关心，除了迄、那个吼。游戏本身吼、哦、啊，也阁有会当去做一寡什么款的连接甲想象安尼，嘿。大家无看到老师拄只面有歪起，歪起对，因为我比较生 Pokemon， 所以我咧解说有一点仔奇怪，应该叫阮少年的当刚来解说，因为迄拢是比我比较少年的当刚去街头壳想出来的一寡活动啦，包括讲阮这两当有办文雅讲台语的活动嘛，是因为少年当刚吼街头壳想出来的。计无，感觉讲就是要请一挂朋友吼、喔、来参与一个台语的活动啊，因为，比讲啊，咱办读册会，有的人就不想要读册啊，啊，咱办什么座谈嘛，有人无对这无趣味啊吼、喔，啊，所以就想尽办法要吼无同款的人拢有法度来参与台语的活动啊，
好比讲影片吼，啊，你会当简单单拿手机啊翕吼，啊，小可哦，做一下，就讲用台语要去表达什么话安尼，就会当来参悟这玩。像安尼啦，类似这里里口口的活动，其实拢唔是我想的，拢是我唔是迄种，因为我已经老口口的，啊，就是相对老口口的人来讲，迄个足少年的，因有足侪。刺激吼啊，就是会想讲要安怎来结合较时事的议题，是讲大家较流行、较关心的物件啊来嘛来哦，互台语有机会发声呢。嗯，你听起来要是真使人欢喜的是，你讲真侪少年人嘛，你讲童工是指啊七岁以来。要不成年的，要不成年的职工，是大同的同，共同的同啦。伊个单讲意思是讲做伙做工课的人。现在这么多少年人想要学台语的是吧？投入基金会的工作，不是，应该这样说，它有分两种，一种是已经算是说礼拜咱基金会做专职工作人员的，这当然只有一两个而已啦，较主要是我们有办过活动，可比说台语开工会啦，就是一个月一次，都利用礼拜日的第三礼拜日的下午三点，真像咱这嘛唔在当时报出唔在付，反正就是一个月是拜有台语开工会啊。阮拢会就是现在少年先玩，通常二十岁到三十几岁，差不多是这个 range 的人来参与这个开工会啊。开工会要创啊，就是用台语开工啊。台语开工要创啊，因为你若碰是有机会用台语开工，拢是大部分拢个家己的亲人啊、长辈啊，还是讲比较较熟悉人，有可能你才会惯性用台语。啊，咱较袂惯是甲无解释的人讲台语，吼啊，所以咱希望咱鼓励搁较侪少年人，就是第一是你有同步，就是共言的，会使来做伙讲台语。啊，第二就讲是无讲作息，但是不要紧，咱就做伙用台语来开讲，还是讨论什么代志，甚至是做伙耍一挂游戏，哎，安尼，所以就是台语开讲会就嘛会有考一挂少年朋友。虽然讲一个月一拜啦，啊，不过就是嘛是 FB 的专业哈，啊嘛是讲会抛一寡讯息、信息，会当好搁较侪人，就是知影讲哦，原来倒位嘛有甚物款代志活动。啊，另外有一种的就是开课的，就讲来参与咱参加咱的代志文基础班，啊是代志生活对话班吼，这种的，这嘛是拢赶快啦，我差不多二十几到四十以来，安内人咧参与是较多数，也就是讲其实有。袂少人其实有想要搁把家己的祖语找倒转来，或者里里口口的台语话的，我嘛是有协办其他关系啊，做回来希望讲无共所在伊有人有心，但是可能伊无遐尼济江苏的资源，是讲伊较无熟悉这方面的专业者，啊，咱会当介绍吼江苏，也是讲会提供一寡资源安尼协助。不过老师，你若是讲开工会啦，或者是讲游戏啊，透过游戏，好，安尼这种方式，跟袂当讲，按我出来，我嘛会当找我的朋友，或者是反正就是开讲。一般的人的迄种，家己嘛是用台语伫咧开讲，迄种方式，甲老师你基金会推动的，需要上好是有江苏伫咧，迄功能的差别，迄一旦影响的进步的差别伫倒位。上个主要就是你若是引出来的人啊，可能台语能力程度无够，有可能有一寡名你嘛唔知要怎处理，唔知要怎讲。啊，所以当然你讲咱国内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拢会当不使用台语讲的，迄是当然基本的。啊，不过咱会办类似台语开讲会，还是台语什么广告书、庆祝活动，就是希望讲，予台语练得较好，还是讲已经会晓台语文的老师，吼、哦、啊来对，就是讲听讲头先拢会晓的人来引刷、主导，还是讲来解说，吼、哦、有些有可能讲当地的人伊家己要讲不要紧，啊咱若准讲会当，就是讲嘛有。听到较好的人去协助，可比讲有些伫个进行过程，有个人伊就是拄着台语的袂晓处理的问题，伊就是会想要问啊。啊，你若讲哦，咱一般伫厝也是伫一般咱较无台语专业者的所在，咱就无得问啊。啊，所以阮意思是讲，提供一个管道，就是讲咱有提供一寡讲师级的，就是讲伊有伊的专长是台语文的专长，还是讲伊是台语老师，还是讲伊对台语有研究哈，还是讲伊对台语的。诶，故事啊，是文本，伊拢看有诶迄种，嘿，啊，安尼，我是感觉作用应该无啥共款，有较会当引出讲提升迄诶程度。过来有时啊是，咱其实长久以来对语言，有时啊拢有真侪
无一定介健康的人介，健康的人低也是了解，啊，所以变作讲伫个真侪时阵，有时会听到一挂无啥确定，也是无啥健康的一挂物件。啊，咱若假使透过专业者引导，有可能会当甲伊小可调整者安尼啦。所以我嘛是一个台语教育的场合吧。这我当然嘛相信，因为这一年我以来大米上聊聊啊，读册会依然来带本课。已经红拍穿拍到整身躯拢是弹痕累累，因为家己吼当作讲想讲，我会晓讲台语啊，结果一个上课才知影讲，啊，唔是安尼哦，或者是讲，迄唔是腔的问题，是根本都迄个语音啦吼，语速发音可能无一个人解了解，也是讲有些其实应该安尼讲吼，专业者是提供某一款的专业协助，不过嘛唔是讲。专业者啥物拢一定会晓啦，可比讲用我本人来讲就好，我家己因为唔是庄卡大汉农村出身的，所以我其实对咱这些人，还是讲咱啊咧种啥物物件，即个相关的代志，我会了解是足无低足浅的就对啦。啊，像安尼状况，哦，我来聊聊读册会，其实对我来讲嘛是足侪成长，因为我会当接触到真侪咱啊，就是讲过去无迄个机会去了解的代志，譬如讲什么丢啊啦，什么噪音啊，还是什么哦，太侪了，讲袂了，就是足侪咱这些人，咱小农啊，或老农、新农拢共款，就讲咱去学习的物件，哦，有足侪嘛，原来是我这多起上应该学习的，哦，啊嘛是。刚好很加载有这款聊聊读书会这种所在吼，啊，这些朋友吼，啊，拢会当在这方面，其实嘛是常常听到，互我会当感受到、吸收到足济，我无法度去在任何所在学到的农家农村的知识。啊，这我意思是讲，所以咱所谓的台语文专业者是干呐台语文这部分，当然有某一个程度的专业，但是你若讲要去处理不同所在。在地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说，哦，我就捌所有的在地的东西，啊，但是如果透过那个合作，哦，就说台语文专业，啊，跟在地，哦，譬如说文书工作者也好，还是说，哦，咱的，亲像说，那个，有一些在处理地区、社区的一些东西，哦，的人，他们对在地做了解，哦，啊，咱如果说去，配合协办一些台语的活动的时候，我是觉得是两方面的结合，黑马是应该是一个啊，盖好的，就是讲对商品拢有帮助的代志啊嘞。嗯嗯，安尼老师，咱伫咧宜兰特别的咱个咧即个课程叫做聊聊啊读册会，啊那比较起来，伫全台湾其实这种台文课由立江邱文教基金会推动的这個台文课，其实是全台湾世界拢有诶。啊，拄则你讲伫宜兰真特别的，像讲一寡。做菜的专有名词，这样名词，嘿，你感觉嘛真趣味，你连你家己嘛会得到，会学习到。不过，以一个老师，以老师你家己的立场来看吼，伫宜兰这个聊聊读册会，你敢无感觉讲大部分拢较无法度真正像讲伫学校教学教学安尼，较有规模，较有一个效果，然后也是讲会当教。课本的一个什么进程的阶段来行，无法度，因为常常拢有新面孔入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困境，就是讲，咱这款嘞，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无加真正式的个看作是上课，是因为讲咱较无法度加这种活动变作是一个有系统性的课程，因为咱本来的第一啦，本来就无安尼约束啦，第二就是讲。大家无法度，逐摆拢来啦。你若讲哦，有一群人是真正逐摆拢来，啊，然后连续来，比如讲十几摆安尼，我想应该嘛是甲上一般的台语文课程同款，会有一个基本的效果。可比讲，阮伫一般咧开课，然后那人甲阮问讲，恁一期啊，差不多几节几点钟啊？哦，阮上届就讲伊若一旦互阮一个空间来讲，阮基本拢会甲伊讲，请你互我36点钟，36点钟就是。啊，不管你要分18摆啦，还是12摆，还是几摆，不要紧，看你要一摆2-3点钟是不要紧，但是总时数，吼、哦，至少要36点钟，因为咱大概安尼前前后后教过无同款人啦，吼，诶，一个经验来讲啦，就是这是足基本的，你要有一个，会晓讲台语，即马要来学台语读写的人，吼、哦，安尼一个条件来讲，三十六点钟应该是走袂去啦。
啊，当然你若讲，哎，佫足有心要继续学，当然佫较好。但是就是讲，咱一般人时间有限，就讲你若要以一个期间来看，阮就建议讲，至少你给我36点钟。啊，因为咱聊聊读册会，本来就讲读册会嘛，啊，读册会佫无讲，强制讲你一定要参加几摆嘛。所以，基本上先天的条件就是较无法度去有设迄个所谓的课程的效果。啊，不过我是感觉讲，无同款活动，无同款功能啦。我是甲读册会，以我个人来看，我是感觉讲，假使若是大家有想要继续学习，是较重要的。就讲，因为有些有反社会的人，无要继续来，是伊无想要阁继续学习。就讲，伊可能有阁较要紧的代志爱去无用，所以伊就去无用其他代志。啊，安尼嘛不要紧，个人的选择嘛吼。啊，但是讲，若准讲有一挂朋友，就是有想要继续学习的，不要紧，咱就是，就大家有一个时间啊，会使来做伙探讨。吼，啊嘛算作是创造一个使用台语的机会，不管是讲互你听，互你讲，问问题，吼，安尼机会。嘿，啊，当然，若会当有更加深入去读一挂物件，我想迄就是，也怪啦，因为其实真正讲你逐摆来的人拢无啥讲吼，你但是变做就亲像，老师脸又歪了，亲像逐摆拢会讲，咱即马阁有新同学来，咱即马阁教一摆呆了，啊，就是因为呆了要讲好清楚，其实就是本身阮一般作数计的讲法嘛，至少要8点钟啦。呆了，呆了，老师你讲，呆了吗？你，就是教育部有一个呆了吗？字拼音的这个方案。上介少你嘛是爱超了8点钟以上，就讲你连续有听8点钟，可能规则才会讲好清楚啦。啊，当然有个人讲啊，我不要紧，我会当上班家己学习，还是讲我缩性的，我要缩伫个4点钟，还是几点钟？当然嘛会使，唔过等于你讲个足急的啊，足浓缩吼，有些咱的吸收嘛不一定得有效果啊，所以变作讲你若要伊安尼较有。一个顺序啊，卖上赶紧的这个状况来讲，8点钟甚至8点钟话啦嘛，感觉讲未了，所以我意思讲，看你要哪讲，你讲了以外，你阁有练习的机会，还是讲你有一个啊，互你回去个迄落结束课节了，阁练习者，啊拢无嘛，啊所以咱即马所有的效果来讲，看你要讲究啥物效果啦。你若讲希望大家就是继续有一个时间啊，做回来读物件，还是讲做回来问一下台语的问题，要解答。安尼其实是当然有基本功能，但是你若要要求到讲要有课程的效果出来，我想着你只爱强迫讲，要参加的人你一定爱来几摆。啊，问题是咱一个月才一摆尔，嘛伤人啦。老师，我是见证者，见证者，我就是活活见证了我学迄呆了吼，唔知学要800届。无啦，我差不多就是讲，因为咱。大概譬如讲，咱大概讲啦吼，那准讲有差不多一摆讲2点钟左右。问题是，搁浪一个月以后，我就是好加载，足感谢遐新来的同学。今摆有新来的同学来，我就会当搁复习一届，我再搁加减搁捌一丝丝啊。啊，那无讲是无咧用啦，啊，变作讲对咱来讲，就是反正听过就过啊。啊，所以听过就过，迄无一定有印象，迄是足自然的啦，绝对唔是讲个人的能力吸收力的问题，这是足正常的。所以除非讲你若讲，可比咱即卖一般的课拢是一礼拜一拜啦，上介少一礼拜一拜2点钟还是3点钟，啊，这种就较好个。像我最近的课，差不多对啊。5月份开始，到即马算有2班吼，啊一个5月份开到9月底要结业，啊然后有一个课是8月份开，爱到年底才结业。啊，亲像这种班就是我着要求讲，因为逐礼拜上一礼拜2点钟，虽然讲2点钟嘛无济，不过我就是一定要派作业。我即马指定你即个上课了吼，下课你转去，你即个礼拜你爱交什么什么什么作业安尼，吼啊你啊。看会出来，你真正有足照时间教，你一定就是你的进步看会较明显的对啊。佮比讲啊，阮最近我请因交作业的，我都爱改作业嘛。啊，即摆改的，愈来愈发现讲哦，错误愈来愈少吼。啊，写了语法愈来愈袂去受华语影响啊哦吼。本来拢做侪华语的语法的写法，所以我意思讲，就是爱亲像安尼，你有上课以外，转去有作业。
吼啊，拢有咧教，有真正咧写安尼。老师，你对阮拢想放水啊咧？你对伊咱即个学生无伫咧开作业面咧？啊，就是聊聊读册会，本来就是讲读册会啊，啊无讲是基础班，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像阮即马即五月份即个班咧，九月底要结业，我当初就甲因讲啊，拄开始我就讲。我想这班叫做来甲伊基台讲是更帮打造班呐、啊，更帮打造钢板打造。那你我来甲因讲，所以吼、哦，我作业吼，就是一定爱出钱，且一定爱互因，互恁真正有练到安尼，袂使讲哦安尼足轻松的就过安尼。老师，更帮打造是打造成更帮，还是迄是更帮顶壳壳都拍袂过的意思？爱甲因打造做更帮。哦了解，老师，那呢，那呢，我咱来，拜托你给我回想一下吼。既然呢，聊聊我读册会嘛有几啊档啊吼。那就三档爱看咯，三档、啊，我无啥会记起，无啥确定。每个月一摆，拢伫罗清祥大哥引导内面，暗头啊开始，一直点点拢时间拢超时，上到特别十点嘛安尼。啊，一个月一个其实嘛是进步高，啊，不过伫咧像大米安尼年一年外的时间来，我感觉迄对我自己人的生活来讲，拢是一个月上快乐的一段时间，因为实在是做老的做好耍的就对了啦，学无啥啦。欸、我这不是伫咧怕老师的钱，不是迄个意思，是讲大家拢开讲伫咧真快乐的气氛当中吸收。豆豆吸收，啊，会当改善当然嘛，尽量改善。我要请问老师哦，你对这个宜兰的学生来讲，有一个什么印象，互你较深的？啊嘛，感觉迄个学生，互你感觉有趣味的，或者是这宜兰的上课的普遍的一个特色，学生的特色。哦，啊，你这都问唔对人啊！安怎讲？安怎讲？因为最近吼、哦，这个老师呢，拢感觉讲家己记忆吼是啊足歹。即话若要叫我想顶礼拜啥物代志，我嘛不一定想会起来。你搁叫我想三年来的代志。真的，老师你银杏有食无？爱食银杏呢？银杏无好，人已经证实了。哇，我即话讲一点点我印象中啦吼，感觉较趣味的是，我看见讲哦，咱这宜兰真是足无简单，竟然。会当吼，遮尔侪无共国家、无共所在人，拢会想要来遮，敢若一个吸潮啊，就是甲足侪人拢吸来。啊，而且就是当然拢少年的嘛，因为这那像一个死行的代志是无，就是讲有一寡少年人，不管是讲要找找家己的目标也好啦，还是讲要换一个环境也好啦，还是讲伊就是可能像我这种都市怂啦吼。教我这种都市上应该，我其实我嘛是做想要讲啊，亲像咱这农民安尼，就是来宜兰吼啊，有一个什么所在，无一定讲做事啦，因为咱这老啊无力，你讲无啥体力要做事可能有困难。不过是讲这环境，感觉讲这人这环境足好的这经验下，其实若要我嘛足爱搬来这住。吼啊，我意思讲，这个宜兰聊聊读册会，足好，我感觉足。可能是我原本没想到，就是说哇，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款的、不同所在的人啊，都来到这、想要来跟青雄还是跟老农民学一些这些做事的事情、对我来说，我是感觉有看到希望的那个感觉啦，所以看到希望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说这个少年人就是一种以后伊可能会够足侪发挥空间嘛，啊就讲遮尔侪少年人啊愿意伫即个所在啊，搁做伙学习，有诶是聊落去做事啦，啊有诶是吼、发挥伊本来专长，就是换一种管道啦吼。像安尼，我感觉讲就是对我来讲嘛是真好诶刺激，就是讲会互我接触到无同款诶少年人吼、当然啦，因大部分拢是讲哦想要学台语嘛吼、有影也是，予我看到讲台语的这个部分的危机伫遮冒天现，就是讲你甲看拢二十几、三十几个，啊嘛是同款，迄个外国莫讲啦吼，因为你香港的是啥物，其他是啥物，新加坡的是倒位，美国，迄些莫讲啊吼，但是我就台湾本地，你甲看真正讲台语讲的顺的，就是无几个，吼啊，这就是搁较印证着讲咱这语言。真正危机有到一个程度，因为你若
无迄个危机诶，无应该安尼啊。安怎讲？举一个咧，你甲看遐新移民啊，遐新移民不管伊对倒一个国家来，你甲看伊家己诶母语是毋是拢陆陆叫？虽然咱无一点完全听有啦，无就是伊就是咧讲伊诶母语，啊，就是足惯势伊诶母语就安尼表达啦。啊，因嘛是做者拢无几岁啊，你甲看有做者要十几、二十几、三十几迄种诶啊。你讲遮个新移民吼，不管劳工啦，还是即个过来遮做新妇的，拢足侪拢是其实真正都足少年吼啊。当然咱拄着东南亚较侪啦吼，啊就是讲哇，因就是家己无去就足自然，啊而且伊嘛是当然，因为可能因个来到吼无同国家，因会感觉讲反射语言嘛是因一个怀念故乡的一种方式啦吼。就是你甲安尼比较就好啊，用遮个新移民劳工新移民。台湾新妇的母语能力，甲咱台湾在地，不管你倒一族群，的迄个少年人的语言能力，你也看差偌济。你即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少年人、青少年，用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能力，绝对输遐个东南亚吼，而且个新移民来讲，新移民的台湾新妇的即款的。因的母语能力输嘛输舔舔，我意思讲，安尼你搁较会当对照着讲，即个母语的失落，即个族语的失落是够对啦。嘿，这是用联合国标准看就是安尼、嗯。啊，所以来到遮即几冬，我是感觉一方面嘛是我感觉足欢喜的，大概来拢足欢喜的时间啦吼。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那也是看到讲，遮尼侪。少年辈，吼，一方面当然嘛真欢喜，因想要学，但是嘛是同款，拄只咧讲的迄种危机的感觉，我那也是同款个存在嘛。啊，当然咱就是拄到即款的想要学习的，不管伊几岁，咱当然嘛是拢是尽量会当教的教，想尽量会当提供咱吼所有的资源，就尽量提供安尼。嘿，啊，那是讲遐外国迄几位吼。你当作伊来算的对。不是，迄外国迄几其实嘛有诶，无继续来啊，就是讲迄、那个来几摆都无来，迄种诶嘛有啊，所以这较歹评估啦。看即马即个阿青会当来较久无、啊？雪清啊，即、這个雪清可能是听到上好哟、哦。是、比较起来，你甲看哦，我顶个月吼甲试，你甲看大家拢在读迄个台湾通识网报诶文章有无？啊，当然，伊无一定完全拢读，唔过伊只要罗马尼拢完全的随读出来有无、因为伊有罗马尼嘛，我顶个月也是顶个月甲问，才知影讲哦，伊就是先去迄、那个啥台大哦，学一档的迄个台语嘛，迄、那个台语老师我嘛熟悉，嘛是拢有咧来阮读册会。啊，就是讲人伊已经算作讲用外国人吼的角度，伊学一档的台语课，好啊，人有甲罗马尼算有学起来。啊，对哦，伊即马虽然讲伊无一定读啦，不过你甲看伊白白大家咧读啊，大家拢读袂出来，伊就读会出来。所以我，所以我感觉是哦，等到是我个自细汉出来是讲台语来讲，我有包袱，我会就是讲，我会晓，所以我连去学这个罗马语的部分，我嘛拢真歹学了，会真活用。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先天的所谓缺点吼、就是。对咱来讲，咱台湾人的缺点，是因为咱长久以来拢是强势的华语中文的教育，啊，迄、那个华语中文呢能力吼，互咱足有即个华语中文能力，这是无啥物歹啦。毋过就是讲，当时也是去互咱无学习其他本土语言的迄种惯习，吼啊，而且因为华语中文伊就用波波摩加汉字嘛，所以咱就白惯习 A B C 啦，吼啊，了后迄、那个。像雪清这种的，因为伊算阿多暗吼，啊，伊无学罗马语就无多啊，伊就完全无可能去学迄个咱的语言，所以伊一定爱个罗马语学，或者动机一定足强的嘛。所以伊的对伊的背景来讲，也是讲外国人要学台语来讲，伊就一定爱把这个功夫学起来。啊，那安尼过来就是干那存补充伊的思维，吼、哦，伊的这个头壳来思考，吼、哦，一直补，啊，然后伊语法，吼、哦，结构，伊迄结构爱去了解，安尼，所以对因来讲，伊就是第一步，一定要先个罗马语学好。但是对咱台湾人、台湾囡仔来讲，会使讲欠这个认知啦，就是无这个，干那无这个必要性的感觉，啊，所以就袂感觉讲我一定爱个这学好。这头先的学习动机就差足济啊。
好，我会检讨。我主要是咧讲要说清楚一个例啦。你甲看过，因为其除了说清以外，其他的甚至外国朋友来咱读册会，我的印象中敢那。敢那无讲来盖一摆啦，就是拢无造成这么大的威胁啦。讲真的，就是血清造成了太大的威胁。对对对，这是属实。老师，我最后吼要家己，那个嘛是爱认错一下，啊，不过嘛要请，嘛要听老师的意见，就是我做我爱深沟这个节目开场的时阵，我常常拢会讲，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不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力。老师，这句话听起来你会感觉讲，唉，已经硬气了。没啦，我是感觉袂，因为这你是咧讲熟悉啦，这无啥物讲价值观的问题啦，哎、啊，就是你的意思讲你尽量啊，你才有生意啊，系啊。啊，不过安尼就变成不思长进，这句袂晓台语哦，阿伯就讲华语，感觉是不是安尼嘛会造成无法度搁较进步对不？安尼在看你的心理上有要调整无啊？这句没了真重，这句我听有。但是你的心意应该是有表达出来啊，就是讲，主要就是讲，其实你嘛无你就小可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你的讲法嘛，就讲。无你就先表达你的台语，无讲完全做连断啊，所以你尽量安尼，安尼就好啊。你慢慢讲，袂晓就讲华语。哦，哎、欸，好，我调整调整看，那讲过应该变成那个顺口溜。哎、欸，家己又个是华语思维，稻谷啊稻谷。这实在是家己爱耍，然后感觉是可能嘛是一种家己感觉先有趣味的感觉。嗯家己袂感觉烦，啊袂感觉太困难，然后一步一步叨叨啊来安尼、是啦，嘛是安尼啦，一步一步好啦，聊聊啊来啦。聊聊啊来，哦，咱这个读册会是在做歹进步的，这是一个倾向的问题哦，因为是倾向，你建议对，要好，哎，聊聊来的，聊聊来，非常感谢。陈峰慧老师今天的分享，我很抱歉念你台语名字，怎么陈峰慧老师啊，那有什么我感觉，尤其在那个主持很大的那种那名字给人念台语，念名带声，那就是那像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这样叫。你有跟老师啊，不然你就说峰慧老师啊，峰慧老师啊，不然就不要老师啊，峰慧姐这样就好了。红辉妹妹，好不正经。红辉最好啦，谢谢红辉老师，谢谢。啊，因为咱都要来上课呢，好，加来去。听完这集的节目，你若是对青高村每个月一摆的聊聊读册会有兴趣，欢迎你透过迷你之音这个节目跟大米联络，不一定咱都有机会一当做同学哦。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再会。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